让四分卫，让四分卫写的歌会比以前更直白，更多爱在里面。嗯，讲得非常好，现在越来越会讲话了。没有没有，还有没有什么要值得推荐的？你说歌专辑里面吗？对，专辑当然专辑、啊、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啊。最喜欢哪一首？最喜欢《直球对决》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我们就是写给专门从棒球开始出发的歌曲，但是我一直想说，为什么中华职棒没有找我们说想要用这首歌曲？是哈、哦，对啊，我觉得被董事长占了，被董事长占去了，好、哦，没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到时候有机会 ，OK， 没问题，谢谢。那可以了吗，阿善老师 ？OK 吗？喂，可以吗？哎，虎神，好久不见，我也想跟他打个招呼啊，真的老朋友了。Hello，你好，好久不见了，好久不见了啊、哦，还是一样的帅，头发还是一样没变，瞎发，不要乱拉，可以了吗 ？OK， 先让所有的好朋友来热烈掌声，来欢迎我们的摇滚铁团四分卫，掌声鼓励。